小赛罗，你快看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，这是我新买的玩具枪，我们一起来玩呀。不好，小赛罗一家怎么被黑化了？这到底是谁干的？我这就去找奥特之王帮忙。奥特之王爷爷，不好了不好了，赛罗一家全部被黑化了，你快去看看呀。赛罗你给我下去吧，格力乔你也跟我下去，还有你小赛罗，你们全部都给我下去，我要把你们全部沉入海底，把你们身上的光全部熄灭了，我看谁还敢给你们光。不好，奥特之王爷爷，小赛罗一家不见了，刚才都还在这里。小迪迦你别担心，让我用千里眼看看。不好，他们被人沉入了海底，我们赶快去把他们救出来。于是奥特之王把赛罗一家全部带到了岸上，由于赛罗一家被黑暗力量吞噬得太严重，还被扔进了海里，奥特之王叫来了神秘四奥，用体内的光之能量帮助赛罗一家恢复，可是最后只有小赛罗一个人恢复了原样，其他的人全部倒下了。小迪迦，我中了贝利亚圈套，都是我害了他们，现在他们需要大量的光之能量，你快把他们的帅照发出来，只要小朋友给他们光，他们就一定能恢复的。我还要去光之国找我爷爷，让他来收拾贝利亚。